昨天呢，我不是出门捡到了很多奥特曼卡包吗？然后在捡到奥特曼卡包同时呢，也发现了一瓶神秘饮料。然后一下去，我喝了一口，没想到那个饮料是，兄弟们，一言难尽啊！我整整晚上漱了3个小时的口啊！那昨天出门呢，我也是去以前捡到过奥特曼卡包那些位置去寻找了一番，最后呢，还是在一个校雨道上面发现的。然后呢，我回家想了一想，我昨天好像漏了一个位置，就是公交车站的旁边。那咱们今天再出去碰碰运气吧，看看还能不能捡到奥特曼卡包吧，走吧。我们这边呢也越来越热了，我也换上了短裤。我们先去前面这个公交站台旁边看看有没有吧。哇塞，太阳好大呀！看了一圈，貌似没有东西啊，估计这个公交站台旁边没有吧。咱们去另外一个吧，走。这边前面呢还有个公交站台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咦，这是啥呀？哇塞，好像又是一口袋奥特曼卡包哎。但是现在是这些幼儿园小朋友放学的时间，人有点多，我们还是拿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再去看看吧。走，是在这个公交站台发现的，走了。Later。 我现在呢已经回到我家楼下了。哇塞，刚刚在那儿把这一包提走的时候，很多人看着我，还以为我是捡垃圾的。我那么帅一个小伙，怎么可能是捡垃圾的嘛，对吧？我们来看看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昨天呢也是发现了一瓶神秘饮料，今天又发现一瓶，但是这个颜色有点，这什么呀？这难道是一瓶能量饮料吗？喝了就能变身吗？哎，先不管它，放一边。先来看看这个口罩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这个是最新版的星辰，然后这里面还有，全部拿出来。哇塞，有奇迹哎！我也好久好久都没有拆奇迹版的卡包了。然后呢，有5元包，有2元包，还有1元包。这里面还有绝版的奥特曼盲袋，只有我们这边有卖的。哎，我们先不管了，咱们现在把这瓶神秘饮料加上这些奥特曼卡包拿回我的老规地儿，再去研究研究吧。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呢，我又回到我的老兵地马桶旁边了。昨天那期视频你们都看了吧？我喝的那瓶饮料就和我马桶里面颜色一模一样啊！不能想那个画面，不能想，兄弟们，那个味道也不能回味啊！太上头了，太上头了。那咱们现在把今天在外面公交站台，也不能说公交站台吧，是公交站台旁边的垃圾桶旁边发现了这一口袋的奥特曼卡包，全部拿出来吧。对了，还有一瓶神秘的饮料啊！这个颜色感觉看上去怎么那么就是？像怎么说呢，反正我不敢喝，今天咱们就不喝了哈。昨天我喝了已经，哎算了，咱们不说了，我们放一边吧。然后呢，今天看看有什么卡包哈。在外面呢我也大致的看了一下，有3元包、2元包、5元包、1元包，有最新版星辰。咱们从便宜的拆起吧，先拆1元包，直接开始整。1元包先来第一包。诶， SR 的。诶，这个怎么考卡在第一张的呀？这个不是在中间的吗？怎么放的呀？你看很满 SR，刚那包呢是在第一张，就是 SR 的哈，可能也是随机放的吧。这一包 SR 的，1元包应该没了吧。接下来咱们拆2元包吧，看一下今天会不会好运不断呢。一张高斯奥特曼的 SSR 满星卡，继续再来一包，看一下这一包 SR 的，还有2包，通通拆掉吧。看一下这一包 SR， 还有一包也拆掉。看一下这一包，呀，一张育儿的特定教奥特曼拼图卡啊，左边部分，右边部分是迪迦。接下来呢，好像还有奇迹版，奇迹我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拆了。之前一双妈还叫我去清空小卖铺的奇迹，等有空我就去安排吧。看一下，第一包就中了一张 SSR 戴拿奥特曼的签名卡，不错不错，还有一包也拆掉。看一下这一包 SR 的，然后这里呢还有一包最新版的5元包，也拆掉吧。你们说这里面会不会中 USR 的签名呢？哇塞，说曹操曹操到呀，是一张盖亚奥特曼的至高形态双签名的哎，可以可以，这张我也是没有的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要里面的特定家的签名啊。哎，但是嘛，人总要知足嘛，中了一张已经不错了。接下来我先拆这个吧，盲包，等一下再拆这个星辰吧。看一下这里面啊，3包老版本的2元包啊，哎呀，拆掉吧，全部拆掉。先来第一包 SR，继续看一下这一包 SR， 还有一包，难道没有一张满星吗？看一下这一包，一张 SSR 的捷德奥特曼，哎呦，一般般。最后呢，还有一包最新版的星辰，这个是第4弹的。然后咱们开拆吧。这个没有口的吗？这里撕掉，看一下，2包补充包，拆掉。有一包呢是背景，有一包是透明，这是哪一包？直接看最后一张，一张卡路米拉的 OR， 这张我已经有了的，但是还不错还不错，前面都是些背景卡哈，没啥没用。继续这一包，刚那包是背景，这一包就是透明卡啦。
看一下，来来来，这一包透明透明，咦，没能中那张特定渣的 TGR 透明卡呀，哎呀，很遗憾呀。那今天在公交站台的垃圾桶旁边捡到这一袋奥特曼卡包呢，开出唯一比较好的一张卡呢，就是这张 UFR 的盖亚奥特曼至高形态，这可是最新版的五元包里面才能开出来的哟，有多少小版开出来的呀，可以在评论区面留言评论哦。对了，今天呢还是发现了一瓶神秘饮料，但是这个颜色我属实不敢尝呀，万一等一下你们明天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这那这也告诉我们呢，在外面呢不管是捡到一些什么零食呀或者一些饮料啊，都不要随便去喝，好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给我点个关注加个赞哦，我是萌喵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